Hello，悠悠们。张，快点。干嘛？你叫空调了吗？我跟他说你们在玩 VR 呢。你说呀，我马上要结束了，让他来吗？先想想吃什么嘛。这个为什么打不开呀？什么？吃火锅。这里你需要去那个房间里面去拿那个钥匙，拿到了对吧？拿到了。拿到过要原路返回。你从哪里上？我要围观两个盲人艺术家表演节目。附近跟着主机走，他在您背后。走，跟着他走。等晚上吃饭的时候。这里这个门需要打开的。再过一遍。对。今年的生日我要过三年。谢谢多的生日，谢谢多的生日，我饿死了，饿的手都在抖。谢谢等归云 W 八的生日帽，谢谢人民谢生日帽，谢谢等归云的生日帽，谢谢人民谢生日帽，谢谢模仿的生日帽。今天我们也跨个年，还是16号再跨个年。谢谢一串字母的生日帽。对，因为还有5分钟就他们就杨美女，我这边也给你们送10分钟哈，让你们把这个游戏玩这一关玩过。OK fine，变成了10分钟。谢谢简灯夜雨的生日礼物，谢谢小小琴的生日礼物。哎，没打死，小心点。今天晚上就。要不帮你打一下，估计他应该没打。今天晚上你们明天不是还要上班上学吗？地下掉了好多。你看你来好弱一点。谢谢最近喜欢听你听的生日礼物。谢谢黑茶的兄弟。他说上面来的一个剧情就是刚刚这个红绳子走，这个红绳子的末端有个电闸需要拉开。好嘞。哎。嗯。是的，非常甜美。就是坐左边这个门，感觉本月达成小目标有望，所以接下来我会勤奋营业。哎，两位走近一点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我下个月就可以去跳伞。完好完好。谢谢一串字母的生日礼物。谢谢兔把素。对啊，达成了我就去跳伞。谢谢萨克，还有傻猴子的那种，谢谢油不愧的挖人的6501，谢谢萨克，还有傻猴子的秋天的马超，谢谢木觉明的礼物。打算去哪跳？这个其实还没想好，但是呢，既然本月达成这个 KPI 有望的话，那我就提前把这个功课做起来。谢谢水塔骑士王彩君的生日蛋糕。我这两天逛街就想买了帽子，因为我头上戴的是一个。叫原路返回吗？阿迪的帽子。哎，对，原路返回。然后我就。原路返回。哎、啊，就回到最开始。出门的时候太急了。刚刚那个拉那个东西，就那个电闸的位置。怎么可跳伞的时候是你在想什么？跳伞，你不是先要到天上去吗？哪来的信号呀？我一个显示190多。谢谢冷冷的手工拉面。不要，那个190多是手枪，200多那个是冲锋枪。啊，来怎么你们还要先想办法让中国移动给我开的这个微信电话是吗？简吧，他就丢了这个。在想沃特呀，在想沃特呀。他有没有？他有那个加多少多少钱就可以录视频的那个。有子弹吗？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讲吗？那这个大家一起努力才去上的天，怎么能不给你们录个视频呢？这个25不用加吧？25不用，25那是冲锋枪的，你们现在没有冲锋枪不用加。其实租一个 GoPro 挺便宜的，我以前跟我哥去三亚的时候租过 GoPro。快打他！他说加500还是加1000还是加多少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有那个拍视频的服务。但是我在想，要不我自己租一个，看能不能让我带上去。还是打不开的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先等目标达到了再说。哦，我看到了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矿工，他
这里光线还不错。我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意外的。有。哇！跳下来好多僵尸！离目标还有，我觉得。你们要去那个房子里面打。应该能达到的。进一楼的房子里面，二楼上不去，往里面找，往最里面找。最里面。对。先看看。站到最里面去，拿一个打一个。这两天之后还差多少？哇，他们像飞一样。其实也不少，但是是按照网月的我的营业频率可以达到的这个目标。第十百的小奥特别的声优里，今天的妆容很不错嘛，今天的妆是画了二三十分钟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卡 bug 了，我用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气垫，但是它很贵。但是它是那种可以买替换装和替换装和壳子分开的，所以就替换装会便宜一点。然后我跟老刘说，我说那我就之后就买个替换装。刘贤看了我一眼，说十年后我再见你，你手里拎着这个掉了漆金色壳子。哇，这个为什么？还戴着头盔。有一个冲锋枪手呢。我觉得你要跟他们同归于尽了。因为你想想，成都很热耶，但是我这个气垫用下来，我可以一天都不脱妆，而且遮瑕也很不错。没有用，没有子弹。二十五发根本不够打的。我就觉得很好用。谢谢大众十一的贴章，最后带给我。没事，出去打呀，两个僵尸。好饿，饿得我手抖。这僵尸只要爆头都是一枪一个。我不是听起来很好，我是太饿了没有力气。我本来想说在楼下找个摊儿什么的吃吃，发现他们这个店在一个很商业区的地方，就也没有小摊儿。楼下有一家叫抄手之王的店，我想着跟大家一起去吃饭，就没有去那家店。好，美女这边到了哈，这边这关已经到了，这是阳光的第二关啊，通关了。希望今天晚上能买到樱桃吃。先休息一下哈，水瓶给我就可以。我都饿成这样了，我还喝咖啡呢。哎，这边有免费的，有可乐、雪碧、芬达，还有雪碧，还有冰的常温的，冰的哈，冰的在冰箱里。山东樱桃现在好吃的，大连樱桃也好吃。你们要喝什么吗？我帮你们拿。准备去吃东西了。滑雪，更简单。饿晕了，饿晕了，刘如雪。啊？你刚吃了？啥也没吃。上午中午没吃啊？跟他吃了那个涛林，但我也没吃多少。我觉得涛林不太好吃。我也觉得不好吃，但是他说他没吃过，他看评分很高，然后就去。为什么？它不好吃吗？我急呀，我也觉得不好吃。没有，这个晕，感觉这个不晕吧？有点还可以，我去跟我朋友吃了一家川菜，结果因为就是我的胃也不太行，然后我就没吃多少。我们现在去干饭了，干饭的时候再不。拜拜，游泳。叫寇娜来，让推荐一个街边的火锅。谢谢小新的我饿苦多的皇冠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下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小金跳伞。谢谢无所谓的大饼的奶茶。我走了。吃。待会儿那个啥，吃饭的时候再播。我是这样的泡芙。还有那个酥的，你酥还挺好吃的。给你们吃一个泡芙。哎，您这边已经团购好了对吧？不知道呀，双份团了吗？好甜哦。这个啊？您团了吗？哇，没呢。还没团。不知道有个啥东西。哎，好卡呀。你这边的话，您昨天也来玩了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干不着，干这儿了。
别漂亮，特别漂亮。Very good。这叫啥？那个脚，我很小。拜拜。吃饭去。谢谢汪汪蓝贝的汽油小熊。